三小时。主要是要一个动态。Hello， 大家周一快乐啊！我每个周一真的都好忙呀，一般情况下周一的会就比较多。我今天特别想把我这个 sprint 的第一个 ticket 给结束，所以早上就在马不停蹄的 fix 一些 failed test 什么的，就一直没有来得及吃饭。现在一转眼已经1:30了，我真的超级饿。然后这个是我们周末的时候 Chico 做的小煎鸡，就当做我今天中午的午饭。 Chico 的小煎鸡真的是一绝。这几天我在小红书上被《快乐再出发》的最后一集给刷屏了，尤其是姚正的那首歌，妈呀，我已经循环播放了3天。今天我一个人在家，接着刚才的话题，就是姚正那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戳我，然后我就还挺想借着吃饭这个机会跟大家再随便聊一聊吧。他的歌词每一句都非常的吸引我，就给人一种特别平静但是又很有力量的感觉。他最后一句歌词就写的是，人生无需多精彩，越长大越能体会到，当一个平凡的人，然后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就那种普通的开心、平凡的开心、无聊的开心，就已经是非常幸福以及幸运的了。真的，人生无需多么的精彩，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精彩，只要是过得开心、过得自在，然后健康，真的就是已经是很精彩了。自己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在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当时是在上海的一家券商做资管。本来金融行业它就或多或少有点就是需要包装自己，就让别人觉得你特别厉害，然后就 somehow 你的人生特别的精彩。但除了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再加上特别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很希望能够给别人展示就自己过得特别精彩的那一面。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大家是一起入职的，就有一天下班大家就一起在聊天，就有一个同事小姐姐就说，她觉得另外一个入职的女生就她的生活特别的潇洒，因为她的朋友圈就是去各种地方打卡呀，吃好吃的呀，拍非常精致的照片，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然后我当时也这么觉得，我就觉得哇，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今年我已经30岁了，就随着我自己慢慢的长大，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豁达了很多，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或者是我爱的人，而不会因为一些陌生人或者具体一点就是不喜欢你的那些人、不在乎你的那些人的一些言论或者行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自己觉得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就是你的内心会变得非常强大，但与此同时你依然保持着就是那种少年一样的勇气和乐观。所以到现在这个年纪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个女生过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不会觉得我自己过得不精彩了。自己的生活只要自己过得开心，自己不后悔，是最最最重要的。然后也有一些前面的歌词也非常的让人觉得豁达、格局以及成熟之后的一种魅力。反正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也是啰里吧嗦跟大家聊了这么半天。我要继续吃饭了，然后就赶紧去工作。怀大海，春暖花开，历尽山河皆是爱。下班了，感觉这周就是脑子里面事情挺多的。这个 sprint 想要完成的事情里面
有一个事情就是他的 documentation 有时候让我很 confused， 然后碰到这种情况就很难预估说这个东西我大概多久会做完，然后一旦心里没有谱的话我就挺容易烦躁的。除了这个 sprint 本来想要做完的两件事情之外，然后还有 working group 的东西，然后这周还开始了面试官的培训，所以就仅仅只是工作上的事情就已经有很多在我脑子里面了，然后就经常觉得好像累了。刚才不知不觉就又工作到快七点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能这样了，就洗了把脸，编了个小辫子，打算换个心情。我现在呢就是挺想把我们家厨房这儿清理一下，我每次需要放空自己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打扫卫生，脑子里面就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这个脏的东西慢慢慢慢变干净，然后这个过程就是特别特别的治愈我自己。上一次我们大扫除完之后，我不是收拾出来蛮多东西想要卖二手的吗？最近这两周我也都陆陆续续基本上把它们都出完了，我们之前那个咖啡机也卖掉了，所以厨房这边呢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然后上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就只是对厨房进行了一个日常的这种清洁，没有比较深度的去清洁。我今天就挺想做一个集中的清洁，也顺便真的就是啊，让我自己放空一下大脑。Things that I usually don't. Find my way through a hotel life.
我们之前用来装咖啡的 capsule 的，但因为我们把那个咖啡机卖了，多余的那个咖啡呢也都给别人了，所以这个小筐就闲置下来。然后我们家有时候会备一些在 Trader Joe's 买的茶，打算把茶都取出来直接放在这个里面。之前我是把这些 granola 放在下面，然后把那个 superfood 的粉都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但我发现如果我不看到这个粉的话，我就每次都会忘记吃它，所以我打算把它们都拿下来，然后把 granola 放在上面。搞定了，收拾好了，心情大好，我要赶紧去睡觉了，拜拜，晚安。Not the same since last you saw me. Roommates think I've lost my mind. I kind of freaked out when you called me. And if I sound insane, I'm sorry. But I haven't slept three nights. Cause kissing you's like sipping coffee. I said I won't ever text you with emojis. I won't be the one to kiss you in the front seat back in October.Oh my god, 我终于把这张看完了，我的茶都已经凉了。讲的呢是 Factory Pattern。 刚开始读前几页的时候，它那个 use case 特别特别像我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我现在的项目应该可以用这个 Factory Pattern去做一些改动。后来我再往后看之后，我就发现我在做的这个 project 它并不能用 factory pattern， 它用的其实是一个 simple factory。 然后这个 idea 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去 encapsulate the object creation process。 然后后面它其实主要介绍了两个不同种的 factory pattern， 一个叫做 factory method， 另外一个叫做Abstract Factory。 然后 Factory Method 它其实 rely on inheritance， 它的中心思想其实是去 defer the class instantiation into the subclass， 然后让 subclass 有这个 flexibility to decide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 initialize。 但是 Abstract Factory 它rely on object composition， 不是 inheritance， 它的应用场景更多的是create family of related objects。 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之后我可能得需要做一个什么类似于思维导图一样的东西，不然的话我感觉看到后面我可能又会把前面的这些给搞混掉搞忘掉。 Alright， 我打算睡觉了，明天见，拜拜。Hello 大家，我下班了，然后现在打算去见朋友一起吃饭。最近我又开始戴口罩了，因为感觉纽约地铁里面真的太难闻了，而且前两天看到说纽约地铁里面的空气真的非常的差，但是我感觉这样大概可能也没啥用吧。这看起来好高级啊。